沿路怎么多这么多老太太都蒙着面纱？哎，这离女儿国不远了吧？老王啊，哎，默念红尘啊！哎呦，看啊，大铁架子！哎呦，那是买埃菲尔铁塔呀！哦，那我得爬。哎，老王，来，啊，我给你照张相。哎。哎，那怎么那么多人呢？啊，哎呦，打架了！不不不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是人意大利人在踢足球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学进啦！晚上咱们吃烛光晚餐，咱们呢吃牛排，喝红酒啊。老刘，咱们干嘛不买一艘船呢？对呀，老叔你掌舵，我扬帆。老刘，船买便宜了，浪太大，弃船吧。金字塔太美了。老刘啊，单峰骆驼开歌令啊。没事儿，过了金字塔咱们就换敞篷吉普车了。